两个人开车。看，不要离太，你拿证是不是？不要离太远。别离太远，跟他走。跟着他走。就他往前走，你就这个 WiFi 有距离嘛？啊，你要太远就算了。那我现在是怎么？你往前走啊！是你的变速箱让我，你下去。你的变速箱让我弄有点安静了。